你说叔叔早上好。叔叔早上好。我有两个孩子，女宝贝儿叫刘妮娜，男孩是叫刘诺英，四岁。我是他的玩具，我也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，比任何东西重要的。啊，当然是了。哎，哦，哎，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好像会点头。有漂亮吗？不会。好，那我可以当公主吗？要当公主，我是公主哎。什么？哎呦，完了，完了。完了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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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咪你擦擦。哎对哎对哎对，来来，妈妈，哎，我觉得你舌头，妈妈我好痒。对呀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去玩了，去吧。我得找到我。啊，妈妈得找到我。我觉得。找到了，拿来给妈咪好吗？我没有差不多。我刚才已经有点慌了神了，就拘在那儿了。爸好了吗？小宝，小宝来，小宝来来。哎，这儿来。这画的是什么？你最喜欢吃的吗？画的一个鹿。啊，那你鹿不是吃的呀？鹿旁边种的有苹果园。不是，应该是草莓园。白果园什么都有哦，这可我猜出来了，白果园。你想象吧，里边什么水果都有，对不对？你画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白果园，白果园，草莓园呀、啊，对，是什么？到底什么？草莓园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宝贝猜对了，刚才他偷偷告诉我，草莓园，草莓园。